大家好，我是开卷人樊少皇，我是开卷人杨德战。画百节长青之竹，写万古不败之时，做千秋不变之人。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幅画作是清代画家郑燮的《竹石图轴》，这幅画现收藏于深圳博物馆。 在这一幅竹石图竹中，一丛墨竹从悬崖峭壁下傲然而生，通过墨色，浓淡深浅，线条错落有致，给人一种立体的层次感。他题写的这首诗，更直接地书写了竹石的精神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 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我是开卷人樊少皇，我是开卷人杨德战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竹石图轴。